收看老婆丁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讲述人性残酷的电影《杀生》。在20世纪，中国西南贫瘠的土地上，有一个被叫做长寿村的村庄。村子自清朝时期就出现了多位百岁以上的老人，声名远扬，世代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可是偏偏村里有个叫大牛的泼皮无赖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在村里逗猫弄狗，整的是鸡飞狗跳，不得安宁。向来看重名声的长寿村村民们打心眼里容不下大牛，于是派了几个小伙子将大牛装麻袋乱打一通丢入山里。可是大牛命硬，还是能回来。这天镇长让镇上的医生去村里给村民看病，医生在前往长寿村的路上发现了垂死的大牛，好心的医生不能见死不救，就把大牛背回了村子。可是村子里的人一见到大牛就如同见到了瘟神一样，都对他避之不及。整个村子异口同声说大牛得了绝症会传染，不许他再回来。医生无法，只能将大牛背走。可是大牛已经支持不住咽了气，医生对村里人的态度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解剖了大牛，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病。奇怪的大牛一切正常，根本没有任何疾病。为了探究大牛的死因，他在村里进行了多番调查，得知了大牛死亡的真相。原来长寿村听起来是一个祥和美好的地方，但实际上却存在很多陈腐陋习。村民们为了保持长寿村的长寿记录，甚至将将死的百岁老人举起来，违反自然地用各种方法拖延死亡。大牛偷偷给120几岁的太爷喂酒，谁知老人家喝了酒心愿已了，安心去了。村民却觉得大牛是个扫把星，克死了太爷，对他如同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于是众人商量把他赶走，大家聚在一起回想着之前大牛在大街上调戏妇女，赊账不还，偷看人家夫妻圆房等等无赖行为，恨得牙齿痒痒。这还不算完，因为太爷死了，村里就要拿太爷的年轻哑巴媳妇殉葬。大牛看不下去，救了他，带着他过日子。村里人更加觉得大牛是个伤风败俗的东西。不久寡妇怀孕，为了防止大牛的孩子留下来继续祸害村里，大家决定给大牛绝育，给哑巴打胎，但是被大牛逃过一劫。后来大牛利用自己是扫把星，村民怕他祸害自己家的心理，变本加厉地在村里四处横行。就在村民都拿大牛没办法的时候，村长刘洋的儿子回来了，他说自己有一个不用动刀动枪轻松解决大牛的办法，那就是召集全村的人，口径一致地说大牛得了绝症。刚开始大牛还不以为意，但是一个谎言说了千百遍也就成了真的。一个没有病的人，大家都说他有病，只有他自己说自己没病，那么这个人不是疯了就是真的病了。大牛也渐渐开始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，日渐虚弱起来。但当他得知哑巴怀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又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。狠心的村民告诉大牛，孩子和他只能活一个，为了保孩子，大牛决定带着棺材到山上等死。临走前，大牛给村民磕了三个头认错，希望他们放过孩子。就这样，大牛死了，哑巴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了村庄。虽然电影的节奏和很多故事情节都非常搞笑，但是实际上却有一种让人笑中带着无奈甚至伤感的氛围，让人在笑过之余对于人性和社会有着更深的思索，同时也利用黑色幽默向我们展示了当规矩成为了枷锁，当众口铄金成为了一把利刃，那将会是怎样一幅可怕的场景。以上就是本期老炮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内容。老炮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，喜欢就关注我吧。